客，我们已经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号航站楼，欢迎您来到上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:45，温度22摄氏度，72华氏度。飞机还在继续滑行，在系安全带指示灯熄灭之前，请不要开启手机电源，不要离开座位。飞机停稳后，打开行李架时，请小心，以防止行李滑落发生意外。下机时，请带好你的护照、证件以及全部手提物品，在到达厅办理入境和海关手续。你所交易的行李，请到行李提取处领取。需要转机的乘客，请到转机柜台办理手续。各位旅客，感谢您乘坐东航的航班。